Yeah.好了，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进入今天我们有两项内容，重力的训练和一个有氧运动的训练。来，首先把我们的瑜伽带拿出来，我们来做一下热身。脚打开肩宽，手向前，慢慢向上拎高，眼睛顺着你的手向上抬，看天空，停留在这里。顺势吸气，脚跟向上立，抬起来，吸气上，慢慢放，二、三，我们做个一八拍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慢慢把手向前，与肩膀齐平。把我们的头向左后侧看，用力把你的头向左后侧看，拧到极限以后，慢慢的回正，向右后侧看，把我们的脖子两侧做一个拉伸。来，开始，一，回正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六、七、八，我们做10次啊。九、十，好，把我们的手再次向上拎高，这一次把我们的腰向后靠，侧面看一下啊，把我们的腰臀部向前推，收紧核心，挺胸抬头，把你的腰尽量向后靠，靠一下。稍作停留，一个呼吸，慢慢回正，臀部平衡，把身体向前进行折叠。如果可以折叠成90度，不可以，可以膝盖稍微弯曲，减少压力。好，慢慢的向上，再一次的把腰向后推。推到极限，停留一个呼吸，慢慢收回来，再次向前走。我们做5次，吸气向后，稍作停留，回正，向前，所有的动作啊。慢慢做，不着急。我们的热身阶段需要我们的身体来适应。四、最后一次，五，好，回到前屈状态以后，把我们的手向左右。做一个扭转，慢慢的回正，向右向左轮流，我们做3次。这个动作是比较累的，要求你把头抬起来，臀部来保持平衡。你会发现，我们的腰背肌真的要很承受力量。好，回正以后。把头自然的向下沉，向下沉，慢慢的直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侧腰肌的拉伸，把我们的瑜伽带打开。我们首先做一下背阔肌的打开啊，手向上，向后。做大回环的转动，手向后拉，左手向后拉，右手贴着耳朵向前走，转回来，右手向后，左手向前，来，交替转一下。我们的手臂尽可能的伸直，把我们的胸腔打开，肩膀向后沉，打开，
做八次。 把手臂伸直了，手肘伸直了。刚刚上来那个朋友是谁呀？手肘稍微有一点点啊弯。好了，这一次啊，拉起来以后，右手贴着耳朵，左手向下拉，同时把我们的侧腰肌向左侧拉伸，向下沉。回正以后换方向，侧腰肌啊。 慢慢做，二，左右算一次，三，四，我们做五次啊，正常是五次到八次，五。 好，把我们的手拎向后侧，拉直，拉直到最远处，停留在这里。我们向后震动一下，一向下震，二，三，小幅度就好，四，五，好，屈手肘，屈手肘向后拉，一，夹紧肩胛骨，二，三。 四五，好了，现在把我们的瑜伽带再次打双，把我们的手向后，大拇指朝外侧啊，手肘弯曲，首先弯曲，然后慢慢的去伸直手臂，挤压我们的肩胛骨，手肘弯曲以后，伸直了。 拉直以后，挤压肩胛骨，把你的手尽量向上抬起来，夹紧你的背部。夹好以后，我们的脚打开一肩宽，上身完全的放松，向下沉，进行折叠，头部自然的放松啊！来到最远处以后，把我们的手向前震动，五次，一、二。 三、四、五，然后把你的手停留在最远处，头部完全的放松，我们停留5秒钟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屈膝，慢慢站起来，会感受到我们的肩背肌很沉。 好，把我们的瑜伽带举成一个平举状，脚打开大大的一步，我们做一下弹簧步，把手用力的向后沉，打开啊，平举状态，我这个手还是有点问题。好，做左胯部，右胯部，把你的胸腔向前，腰肌向前沉一下啊，来向前沉。 腰部放松，背部放松，只是让我们的腿在运动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慢慢站起来。 这一次啊，把我们的瑜伽带和手做一个小转换，做斜的跨步，同时把我们的手向后沉，左右交替，来，做五次，开始，一，停留一下，回来换脚，后面的脚尖用力蹬地，二。 用力蹬，前腿蹬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三、四、五。
好了，我们把瑜伽带放下，跟下来我们做一个提高心肺功能的啊，做一个小跳跃，脚打开一肩宽，掌心相对，向下蹲，臀部向后错，注意啊，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儿，用力抬脚跟儿，二，做五次，三。五，好，这一次我们开始跳五次，跳起来，离地啊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跟下来，把我们的膝盖向上抬，用力的去抬啊，我们的手去摸膝，高抬腿。来，准备好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做十次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快慢跑，慢跑，快跑。好，开始，慢慢的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准备，快，慢，准备，快，慢，好，这一次我们做高抬腿的跑。如果你能跑，跑起来；不能跑，高抬腿抬也可以啊。准备，慢跑，快跑，高抬腿不是快啊，高抬腿说错了，高抬腿。好，慢跑，放松，放松一下。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开始，高抬腿。慢，把手掌心朝外，放在臀部后侧，向后跑。好了，原地踏步，把手甩起来，腿抬高，调整呼吸。好了，大家稍微喝一口水，你会发现这个热身大家已经开始出汗了，甚至气息已经开始不稳了。拿出我们的哑铃，我们开始重力训练。第一节肌拳，脚打开一肩宽，侧面啊，臀部微微向后，膝盖微屈，注意啊，我们的臀部向里收着点啊，尾骨向里卷着，腰肌才能舒服，放在腰间预备，我们做肌拳，左右用力向外挤出去，开始，一组二，十个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勾拳，左右勾拳一组，开始，一，二，三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直立，把我们的肩膀向后旋转，放松一下，
跟下来，脚打开已经宽，我们向上把手做一个扩胸，然后向上举看天空，再向两侧打开，慢慢的放到一半，我们做一个连续的啊，抬起来，一做一组十个，向上看，慢慢的向下走走走，走到一半，这里一半，收回来，二，你的哑铃注意方向啊，打开的，让两侧慢慢打开，像蝴蝶一样，很漂亮，举起来，三，我们的手臂是伸直的，四，打开，五，六，七，大家这个时候的手应该感觉已经有感觉了，开始有点胀胀的了，坚持啊，十，好，放松，慢慢肩膀向后旋，三次向外旋，扩胸，肩膀外旋，好，这一次我们直接做上举的动作，把我们的手向上跟刚才一样，直接上举，扩胸，扩胸的时候注意啊，手肘与肩膀齐平，开始，一组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走了吧，就闻到香味了，九，十，好，放下。如果你太累，可以把哑铃放到垫子上，休息一下。不累的，把我们的肩膀再转一转。好，这次把我们的手脚要夹在一起，做一个协调训练啊。那是你们接电话。平举的时候，预备啊，我们把左手向左抬，左脚抬，然后向前换手。换脚，向前，这个动作练习我们协调性的啊，开始，一，向后跨步，回来换手，这样会累一些的，但是这样对于我们整体的训练效果会更好。五，六，我们做十个啊，都是一组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把我们的哑铃放下，大家走动一下，稍作休息，喝口水啊，把我们的肩膀转一转，跟下来，继续把哑铃拿起来，我们做一个划船式啊，脚打开一肩宽，臀部向后坐，收紧你的尾椎骨，膝盖微屈，划船式，手向前平举，然后向下伸直，划到极限，
活到极限以后，屈肘，夹紧你的肩胛骨。我们做一组，开始，一、二，注意我们的哑铃方向要转动的啊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抖动一下，把我们的肩膀向后做个外旋，放松。接下来，我们做一节比较简单的运动啊，拿着你的哑铃向后，看着我们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着我们的脚，我们的手怎么做呢？向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我们刚才那节运动，把我们的手肩膀向后外旋，肩膀外旋以后夹住手肘，每一次一二做一次，三四做一次。好，这个有一点累啊，我们的新动作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好，跟下来，我们做一个还是手脚并用的，把我们的手打开，换腿，这个有点累啊。把我们的手打开的时候向上举，举到平。如果你的手肘碰了支撑，可以稍微弯曲一点，没关系。侧面看一下，抬，抬，空手很容易，我们加上哑铃试试就难了啊！开始，一，脚尖绷直了，上身不动。二，三，四。五，我们正常都是一组，十个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把我们哑铃放下，大家叉着腰，四个手指放后侧，收拾一下，喝口水。放松一下，加加我们的背，放松一下。大家会发现啊，我们带着哑铃做这些重力训练的时候，你的肌肉用的很多，很容易累，所以要随时休息一下。好了，再次把我们的哑铃拿起来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手向上举的同时，脚向后放。吸气向上，如果你可以的朋友，脚尖不是点地，是把脚尖整条腿抬起来就更累了。好了，我们试试啊，还是十次，开始，左脚一，慢点，把手举的时候慢点，二，三，要强起呆脚，把脚放在脚尖点地都可以了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，把我们的哑铃放下，我们做一下垫上的动作啊，练习我们的手臂，大家可以趴在垫子上，
把我们的哑铃放下，休息一下，把我们的手臂，手放在胸的两侧，手肘用力，夹紧你的身体，手推地，吸气，手肘弯曲的前提下，去把你人推起来，手臂不要伸直啊，目的是练习我们手臂的力量，注意这里不要耸肩，向后沉，把你的肩膀向后开肩，肩膀外旋，我们做一组十个，五个的时候在这里停留五秒钟，好，我们准备好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留在这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呼吸，深呼吸，准备好，第二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停在这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把手伸直，臀部向后坐，找脚跟趴下来，来到婴儿式，手指尖点地。额头触地，放松一下我们的腰背肌。好了，跪坐在垫子上。如果感觉跪着有问题的，还是那句话，拿个垫儿放在小腿上啊。拿个垫儿放在小腿上，跪坐在这里，养成一个好习惯，一个小的靠枕放在这里，坐在这里，你就很容易做这节操了。因为大家年纪老了以后，膝盖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。拿起我们的哑铃，我们把哑铃一前一后平行放在这里，向上举，手肘微微的弯曲向后放，注意啊，手肘不要撇开，手肘尽量夹住的前提下，在耳朵两侧向后放，来，把手向上立好了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把我们的手肘微微弯曲向后拉，注意啊，夹紧你的，尽量向中间夹紧，停留在这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举起来，再做一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把我们的手肘弯曲向后拉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放下我们的哑铃，把我们的腰立起来，来。立起来，把我们的腰放松一下啊，右手放在脖子的正中间后侧，左手扳着你右肘向后拉，五次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换手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两个手，手掌先相对，四个手指相扣，扣好以后，放在脖子后侧，头用力的向后顶住你的大臂，左手向下拉右手，向下拉左手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站起来，四、五、六，对于肩膀不好的朋友，这个动作经常做一做，七、八、
九、十，好了，解开。最后一个放松动作啊，脚向前跨出一步，左手搭在左腿的中间，右手伸直，手臂伸直，肩膀带着手向后绕圈，我们做五十次，由慢到快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夹快一点点。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二十，转到越来越快，做到最快。三十。四十，好，大家的肩膀在转动时会有一些轻微的响动，正常的啊，关节的响动，正常的。换手，来，换手，继续转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夹快。二十，加快，加快，加到最快。三十，四十，好了，最后做一个放松啊，来，扩胸，打开。扩胸，打开，好，把手前后交替，再转一下，好了，手臂操结束，大家喝口水，休息半分钟，回来我们做有氧运动。大家会发现啊，我们今天的力量训练可能大家会出很多汗，有一点累，回去的时候不用担心啊，稍微休息一下就好，主要是个适应过程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我们的燃脂热身运动第一节，把我们的膝盖首先活动一下，手平举，预备，胯下击掌，把我们的脚尖勾回来啊，脚尖勾回来，二十次，开始，一、二，让大腿去找你的小腹肌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大家走动一下。跟下来我们做开合跳，我们开合跳静态的十个，动态的十个，交替做两组，合计四十个。好，静态的击掌左右，开始，一。上边拍手，下面拍腿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跳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轻拍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跳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大家的心脏跳动立刻激烈起来了，稍微走动一下，
三五秒钟，我们休息。跟下来，我们做一下侧提膝，手抱着我们的头，用我们的手肘找我们的左膝、右膝，把你的脚踝勾回来，脚勾着啊，让你的小腿用上力量。准备好，20个，我们正常都是20个一组，开始，一。 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继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 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跟下来，我们做一下摸脚啊，摸右脚向左看，摸左脚向右看，这边的这只手尽量向上拎高，把我们的侧腰肌拉长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。 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九、十，好了，我们走动一下。跟下来做一节保龄球推手，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节操。看侧面啊，好，看正面吧。预备，还是一样，右手右脚向左看，左手左脚向右看。 我们做10个，然后停下来10秒。准备，开始，向左看，停留一下，向右看，2、3、4。 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 十，好，我们准备做静态停留10秒钟，每边10秒钟啊，来，大家喝口水，加油，我们再来做静态停留啊。静态停留的时候，要求你的脚要用力的脚尖蹬地，全身的力量都要用上去。准备好，开始，向左看。 手用力向前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反方向，反方向，10、9、8、7、6。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有没有发现全身都要用力的啊？好，跟下来我们再做一节手脚协调的，看一下啊，大跨步，掌心相对，向下蹲，向左蹲，撤左脚。
果你可以的话，叉腰。可以的话，把手伸直都可以。好，准备好。我们每一边做十次。开始，向左，撤左脚，你可以叉腰做，叉腰都是这个位置上，把腰立起来，向前，腰哈下去。二。三四五，想提高难度的，把你的手肘抱起来。六七八九十，好，我们稍作调整，走动一下。这个动作的要点是在我们的大腿和我们的腰肌，我们的侧腰肌非常的累。好了，换方向，掌心相对来，开始，一、二。四五，提高一点难度。六七八九十，好，跟下来我们做一个向前的抬腿啊，用我们的手肘首先抱着头，手肘找膝盖，右肘找左膝，左肘找右膝。注意啊，我们的要点是在你找的时候，这只手要打开，不要这样向前夹着啊，打开你的手。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把我们的手放下，跟下来我们做一下踢腿运动。我们的手平举，掌心向外，把我们的右脚向后，脚尖点地，撤一步，撤一步，向前，绷脚尖踢腿，收回来，换腿。我们左一脚，右一脚，尽量把膝盖绷直了，踢不高没关系，上身尽量不晃，腿尽量的向上踢，好吧？准备，开始。一、二，我们踢十次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九十，好，把我们的肩膀向后向上画圈，向后，这个放松动作大家一定要学会。怎么样要做得好呢？耸肩，夹住肩膀向后转，脖子拉长，肩膀挤压肩胛骨回来，这样做是效果最好的。来，我们做三次，耸肩，转肩，向后沉，转，耸，转，耸，转。好了，跟下来我们做一节仙女蹲，
练习一下我们大腿的力量啊！来，脚打开大大的一步，脚尖向两侧，斜向两侧啊！蹲的时候，让我们的上身尽可能腰背肌立直了。向下蹲的时候，能蹲到这里当然可以，蹲得更深更好，前提就是你的腰背肌尽量立直了。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动作不要把它做成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要把它立起来做，向上拎。好，准备好，五个一组，停留五秒，停留的时候把我们的脚跟立起来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在这里。如果可以的朋友，把脚跟向上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再来一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脚跟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把我们的脚收回来，抖动一下。这节操呢，之所以累，是因为我们的大腿内侧要让它肌肉强壮起来，我们就会感觉舒服了。好，我们做一下加强版，加强版，脚打开，手抱头，向下蹲，蹲好以后，用我们的左肘找左膝侧着啊，右肘找右膝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站起来，大家腿已经开始抖了啊！我们稍作休息，本来想做十个，我看到有的人已经抖腿了。好了，抱着我们的头，蹲下来。这一次我们再做一次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把我们的脚跟抬起来，抬着一直抬着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有没有发现大腿真的在抖了啊？好了，我们把我们的腿膝盖活动一下，灵活一下，预备，摸脚的内侧，放松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大家来喝口水，我们稍作调整。做燃脂运动对于我们的心肺功能要求很高，所以会大家发现啊，我们的心肌一直都在处于快速的跳动中，比平时跳得快很多。好了，跟下来我们做一节侧腰肌的拉伸扭转啊。预备的时候，我们向下摸侧脚，把我们的脚向侧面打开，注意啊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每一边十个，换边，我们做两组二十个。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换一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换边，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走动一下，调整呼吸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做一节侧腰肌的拉伸啊。脚打开，肩宽，左手沿着左大腿向下摸，右手向上抬，贴着耳朵，吸气向下，呼气回来，换一边儿。来，我们做五次，开始，一，呼气回来，吸气向下，二。腰往下是不动的啊，三，四，五，好，这次我们做静态的停留，在这里停留，向下摸，来，一，眼睛通过右侧的腋下向天空看，二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发现了腰不会动了啊，慢慢动，来，换一边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慢慢的起来，来把我们的腰向前推，向后拉，推的时候看侧面啊，向前推，把那胯向前顶，向后收，三次。我们的左右腰肌拉完了，做前后的放松，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些垫上的运动，今天教大家一个新的动作，来，垫上的动作啊，把我们的平板支撑撑在这里，脚尖用力向后推地，注意啊，我们的臀部拱着点腰向下走，手打开，肩宽，然后呢，吸气的时候把我们的脚右脚屈膝向前找右肘，左脚去找左肘。好，我们十次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跪下来，跪坐在脚跟上，放松一下，婴儿式。我们每次要随时休息啊，这个腹肌练习非常的累。好，跟下来我们做一个腹肌大腿的练习。平举以后，把我们的左脚向上跨一步，变成一个弓步。然后我们怎么做呢？吸气都是向上抬臀，在中途换腿。侧面看一下啊，这个动作是这样做的，弓步。抬臀，抬臀，中间换腿，左右交替。好了，我们也做十次啊。先把我们的左脚拉过来，准备，吸气向上撅个屁股，中间换腿，跨不了大步跨小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
九、十，好，膝盖跪下来，再次的回到婴儿式。放松一下啊，好，跟下来，我慢慢站起来，站起来啊。我们首先做一些扩胸运动，与肩膀齐平，用力扩胸，打开，做五次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，好了，把我们的手，右手向左转，左手放在大臂上，向过拉，转转我们的手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手，搭在你的大臂上，拧过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了，十指交扣，干什么呢？左脚作为主力脚支撑，右脚屈膝，十个手指相扣，抱在你的腿上，抱住它，尽量把它抱住，上身立正了，脚勾回来。停留在这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放下，换腿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晃悠了啊！下一个动作可以找一个墙，找个椅子，如果你坐不稳的话。找一面墙，左手扶着墙或者扶着凳子，右手抓我们的右脚踝，大腿靠在一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你的手向前立，向上立，停留在这里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这个比较考验大家的平衡力啊，练习我们脚踝关节的力量。来，换脚，大腿靠起来，手向上，立起来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把我们的左脚脚跟伸出去，右腿弯曲膝盖，双手从两侧向上，挺胸抬头向前，手向下向下找，找你的脚，慢慢的向下找，感觉前腿的后侧在拉伸，挺胸抬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换一个腿。左腿弯曲，双手向前，够不到脚怎么办？小腿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把我们的脚、手臂伸直，左脚。向前跨出一步，向前伸出去，伸出去，高弓步做一个放松，向后收回来，换腿，好，收回来，跟下来把我们的小腿再做一些放松啊，手向前，向后跨一步。向下跪，看侧面啊，跨出一大步，前腿直，后腿弯。我们做五次，来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一、二，让膝盖去找地，但是又没有碰到地。
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我们换一个脚，做一个放松拉伸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这个动作大家会发现哪有问题呢？膝盖疼，所以这个拉伸是很有必要的。好，最后一个拉伸，双手放在大腿上，臀部向后，上身向前，臀部向后，微屈膝盖，向下再拉伸一下啊，挺胸抬头，腰背肌是直的，手向下摸，摸小腿，上身完全放松啊，头放松，停在这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站起来，最后一个解放动作，吸气抬头，手从两侧在头顶合十，放松，再来一次，吸气抬头，呼气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课就到这儿。谢谢 Emily。Yeah, thank you. 谢谢。还没接 ，Thank you. Bye bye. 今天应该出了很多汗啊。啊。Yeah. 谢谢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下次见。Bye.